要调整。没有了吧？没有了吧？对啊。对啊，然后他应该挑战两次、啊。其实我也记得两次啊。对啊。滚球妈讲，哎呀，会当挑战铁骑啊妹。跟你买一次。挤压到，来看一下游击方向，游击手要赶快传一垒，一个弹跳进手套来得及哦。张振宇的 nice play， 嗯，要挑战，没有了吧？没有了吧？对啊，对啊，然后他应该挑战两次、啊，我也记得两次啊。对啊，滚球妈讲，哎呀，会当挑战铁骑啊妹。跟你买一次这样子。来看一下。啊，真正啊，真正铁骑那边。哎呦。